都不用放多一张股本，哎呀，放多一张四嘛。您觉得你们是最有信心一首歌曲，因为一定是比赛来拿歌来试试看，闻试试看，不行，因为一定要拿最好的去秀给他。对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会发生的就是发生的很多很多会有关的，就是鼓励他们在。我可以在外面咬字方面呢，必须要再加强的。对，什么叫努力的咬字？就是你的咬字是吧？每个字说你肮脏了，外面这样，一定要唱到高为止。你说就只有鼻会咬到一半而已，对，不要卡住那边。对，所以那整个下去，那再来下来就是你们的，就是我觉得辨识度，这个主歌跟副歌一定要有不一样的声音。对，不能用主歌的声音啊，唱去副歌同样的声音。就比如说，好像前面主歌部分，当然是比较一来就是我们刚才讲黄吹有很柔情的啊，前面很清晰的，就是说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，都是很轻柔的。然后一到副歌声，你必须要转，就变成比较亮的。我爱的人是我的爱的人，他你没穿，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，咬字一定做到完。但做到完的时候，是你这个嘴型都要做到够，嘴型做不到够的话，整个不会，整个很难唱出来的。所以希望会很好。如果真的打电话进来的话，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一个，一定要加强哦。是是，这样听起来，其实它真的不是单一的一个情况，因为呢，它如果是你没有做好的，它就影响到你其他的段落、其他的部分。再来就是你自己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哎，好像就是少了一些什么，可是讲不出来。所以老师在给你点评的时候哈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老师的点评，然后这边给你的建议呢，让你更加熟悉自己的声音，然后对歌曲的掌握等等歌唱方面的资讯。好，那欢迎大家呢，今天一样啊，就是先把我们的主播分享出去给身边的朋友，然后呢，如果喜欢唱歌的话，那待会就欢迎你啊，就是这个好声音来跟昨天入围的张提爸爸你同同时休息一天。好，那今天同样的他也是选了另外一首歌曲要听的哈，这样休息一天拜一。张拜二要伤心不消拿家庭，拜二拜三拿家庭。有拿到就好停了，当作拿那个费用上来走啊，没有个好贪的上面。我祈求都没有买万字那后面那次他讲他阿公和他每个月丢100丢在拱里面当作买万字的钱，他也是没有买万字了。哇，一年有2500那边他讲，你一人100哪里没有？有时他三天都买的，这礼拜几多天？Thank you.
么建好啊？我有钱赚，建不好啊？我也有钱赚哦。马路你承包吗？是啊，那个路我建的平平的，有钱赚；那个路我建的凹凹凸凸的，也有钱赚哦。每逢星期六中午12:15 ，iFM 和你通过相声一起谈笑风生。一贝，好久不见，你今天好吗？嗨，阿彪，哦，我还好，在家办公喽，没办法，压力啊还是有喽。嗯，我绝对能理解。哎，不如 take five 一下，跟我们那帮老朋友来个视讯聊聊天，放松放松，怎样？哦，好主意。等一下啊，我现在就联系大家。成功的鼓励，有谁知道这是多少？
没有，又怕破掉声音。哼鸣。半夜又不可以吵到人。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如果你大声唱的话，就吵到人了。有这个人看什么？他明天他要去哪里？怎么那么卖力在练歌？拿毛巾盖住哦。真的哦，拿毛巾盖住，再小声一点点，不会吵到人。哎，真的谢谢你的认真，还有你的努力，听得出来的。当然了，我们如果是说不要让老师。啊，对啊，但我们说如果是有瑕疵的话，当然还是会有的哈。不过刚才我看到老师好像他在抹眼泪，不知道是流汗还是在抹眼泪呢？来吧，老师，你不要一直否定你自己啊！怎样？你是流泪还是流汗呢？